就是用 T 恤。我想问一下，可以不用就是穿的一定要暴露的怎么样？就是那种，那种蕾丝的那种裙子啊什么的，可以吗？我明天可以拿过来，你看一下。今天估计不行了，还比较远，根本没有。哦，对不起。是里面是穿比基尼，然后外面套一件。我觉得你应该是男的吧，如果是女的话，干嘛不讲不与你讲话？
是我那个室友的男朋友，不是，可能是一辈子。他也还没有东西搬过来，我们这房子是新租的。主要我很怕你是个男生的，如果你要是女的话，会好很多。培训这个事情的话呢，你需要就是一对一的这种面试的，就是像这种教学吗？等一下，我在忙，等会儿。叫什么？你没什么？对，问我在干嘛呢？这没关系，这没关系。如果要是开播的话，我一般工作我都会锁门。是我的男朋友，之前谈了一个分了。
开，再开。好像可能刚开始直播的时候那边有吧，但是我都有很烦这种就过不了。很多大部分会突然消失，没有吗？我们平台，那你说熊猫平台哪个大主播消失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呀？真的假的？这个没有法律规定。想问一下，他这个比如说占领的，你房间比如说确实有那种比较土豪的客人，他们跟你聊天就跟聊你开心，他会不会就会私下约你啊，或这些，那怎么拒绝啊？我不想搞这个东西，太烦了。直接拒绝。像什么？你说差不多是这个吧，这个距离。啊，我们好。直接跑了。精神。